继续来关心车祸的消息。嘉义市政府消防局救灾救护指挥科日前接获报案，表示有轿车冲撞分界道，卡在顶头，现场伤者需要救护车协助。消防局接获通报了后，随即派遣救护人车前往救援。该车厢抽取人员到场之后，现场两台小客车零件散落一地，而救护人员随即前往查看伤者状况。好在在这两名驾驶拢无明显外伤，不过其中一位女性驾驶在做笔录时向向头晕，疑似轻微脑震荡的情形。救护人员后续也是请这名驾驶前往病院检查，而另外一名驾驶是拒绝就医。根据了解，这两台车在经过兴达路口时要同时正弯，但因为天色昏暗，再加上路况，两车在等弯时发生车撞，其中一台竟是冲撞路桥，卡在分界道。好在在两车驾驶并无受到严重伤害。该车厢个也好民众，驾驶车辆随时注意路况，保持好卫生驾驶，才会使保障家己的生命财产安全。新闻调民间市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。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